我是梁赞咏春拳的第六代传人，练金棒，广东江门新会人。从小就喜欢中国传统武术，特别是对咏春拳产生浓烈的兴趣。后因机缘巧合与我的师父武志龙相识，经过长时间的相处，跟随师父学习咏春，苦练咏春拳。师承之后，自己也开设咏春拳馆，希望更多的人领悟习练咏春拳，把古老咏春拳继续传承，继续发扬光大。